就一个兄弟，男的有枪，赶紧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哎呀，可惜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赶紧过来，这一波男的已经尽力，一个人打两个，诺彩速度非常快，哦，漂亮，很快，速度呢，在这个双防打的相对来说就变成了尬点。保守一点了啊 ，V7 这次，哎，这是谁？林树，哇，听说尬起来了，破一个点。林树想，我这两把被我们兄弟被人蹲了，我这我也要蹲下人啊。重点是这一分自己还打了，对。这等队友一声号令，打了个闪了一下，跳下来了，在关门。你看楼梯上那个火，哎呦，刘队友自己单人操作。还能操作，来还有一发，还有一发，一发，哎呀，尽力了啊！枪管差点都塞对方嘴里去了。是的，现在只剩下了 POD。你看周围黄色的那一圈，要喷了一个，黄色那一圈已经有一点点想法了啊！包围圈，我刚才是啊，越进来了，上车了，哎，没人看，哎，没人看这样。沟通失误吧，应该是刚好错过了吧，我觉得。对，哎，没事儿，哎，你几个人都要上这个车是吧？人太多了，也不敢轻易出手。马上对方加速，可以扫，一个加速，一个，两个下来。哎，还是给 USG 造成了重创。是，这 USG 这刚才卡稍微有点穷啊，这头俩状态估计一般般。跑了两个。是不是队友去追？然后七七还在看你有没有遗漏下来一个人在附近。哇，好谨慎啊！嗯，这波包围战打的还挺稳的，天吧？手雷投掷物，这几个雷没有起到什么太……哎呦，这好火大小海的一个枪！哎呀，龙宗拳和小海枪加火的一波暴击啊！这波天霸的位置太自闭了呀，感觉。对，这波直接崩了，哎，这天霸直接扎到这个哪里都能打，就这个位置有点被克，说实在啊，太吃头肉了。这我感觉天北边那个斜坡都会比这个南部斜坡要好。对，我是觉得天霸这一波照到能干出来的这个事啊，一般天霸都会挂全边打，对吧？是，其实他这一侧啊，就是按他来的这个路线上面有很多点位是可以考虑去推山的，就是停了之后发现富兰姆也不太好打，但就以这个位置之后落位，是的，反而让自己被夹在中间，对，不太好还手，就是也拉不开。让幻神带了一辆车，两兄弟现在他们其实，周平和明明上来应该也是试探这边的一个情况。是的，没什么太好的机会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右上角，马路那边已经遭到了小北的重击。是的，单兵偷人嘛，一个人拉出去。是人头被 AZ 补了一个，没压力，上没压力，目标比较小，拉出去的话可能周边也没有太看清。对，马若另外两兄弟也只能看着，不做不出任何的反抗。是，这可惜这两分拿不到，也的确很难拿。你既然都打倒了，你再想去补枪的话，就自己也有点危险。现在就等于是就是缓解，把自己周边压力哎稍微缓解一下。知道脚下掉了两个人，那行了，后边我就轻松了。马柱主要是中期那一波转移太迷茫了，对，没地儿去了呀。还有，稳住，还有这个位置舒服地很啊。对，就北部就拿一个人看吧，其实也不会有这么多身位北部的人让你去抽的。土路已经拿起来了。VIP 找波机会的话，有可能把 GX 给夹在中间。GBL 和 GX 正在激烈的交手。哎 ，VIP 掉了一个。落地终点嘛，落地终点的时候，对，男的被拳头锤没了，三个人的拳头，哎，我的天哪！是的，现在是三人编制。来了，小鹿要主动出街。但对于波恩来说，这个位置始终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可以针对到下面的人。这过点疯狂的被抽啊，想快速的清理掉这个厕所里面的人，很难打。UIP 在这个地形里面真的非常的难打。他本身最初想找的是秃头山上 FM 和其他队伍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场景，
但是 Flame 那边是没有任何的压力，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已经是把天霸两人给解决掉了。这波太难了，这波没办法，而且全行其实都是经验老道的队伍，就对方在想什么他们应该也清楚，所以都不会轻易出枪。然后十七这边是又过来十七兽和小北啊、拿到手里了。是的，还有人要来，我感觉 Flame 看看去哪儿啊，可能也会往那个方向看一看啊，有可能的。这一车四单啊！是的 ，TBL 这一波居然三个人就打完以后还有三个人存活。哇，这个车停在这里好尴尬。这个位置要出事啊！雷也要来了，载具出问题。大背身也录给了 Peril， 被 Peril 和司机夹在中间，旁边还有个经济。经济的强项也能看到。啊，倒俩了，后面该原地起烟，但是起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十七直接过来灌头柱，应该。谁有雷？谁有雷？这个时候就在问兄弟们，谁有雷？往那个点丢。来了啊，没什么问题，确实 FM 这个点位太尴尬了啊，这个。谁来谁没啊？他载具出问题，应该是从高这个雷的一个数量的话，估计还能有的打。是的，但是现在小心。哎呀，这刚好落个小头。对。人在高点看你烟雾里面，还是消音。关键这个过点的话，怎么感觉还有还要被打呀？哦，我 AZ 啊，这个时候出枪是拿下了零数的分数，同时小北也被扶起来了。嗯，看全，全行的话，两个防区全刷出去了。我撞。但前期呢他那个位置就显得比较的垮，然后大家不愿意去撞，是枪起来了以后呢发现哎撞不了了，尴尬。包括经济，经济也是能看到一点的。是的啊，佩尔不想出台，安全也是可以抽，就是去干扰北边十七和佩尔的打架。哎，就这个土坡，这个土坡是能待的。嗯，这小撞了一手啊，扶起来。哇啊，车炸了 ！AZ 被炸倒，十七，十七上不来呀、啊，十七。是的，十七也被限制住。哎呦，这枪应该是车可以走，人留下。我、这个奸计的输出位置也太舒服了，在这个点位上。那没办法了，这个时候再撞的话，经济这个位置难顶。还有那个位置，车还在的话，能不能挡一下枪线？扶应该是再扶一个啊，他主要是近点，还有一个近点这个厕所可以 GBL 的独狼，对对，那这个厕所要能拔下来作为支点，也扔个火进去，厕所如果能抢下来，其实哎呀有点难，太难了，火进去了，哎这火进去了可以哦，人出来了，人呢？哇，人被枪线打的都没血了，只能回去打血，差一丝。有没有？差一次，哎呦，爸爸，爸爸，就趴在地上，拼了！这是多少枪线呀？怎么都打我们呀？这真的是搏了啊！哎，与此同时，坚怎么选择啊？抛了这么多头就我肯定要打 F 2这个底托了。少倒一个。哇，这边倒俩了。也开枪，旺仔和老巨都倒地。再往前顶。好、哦，龙斯科出枪放倒了小童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其实还是经济占优势。经济，哎、又倒了一个天路，又倒了一个四打二，经济已经到位置了，拉后边两个人。没问题的呀。看看这把枪有没有什么奇效。萨萨和聪明还有这身烟，想更稳一点。把格罗打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萨萨已经是被击倒，对方的血量半血，直接被马克泽尔给秒掉。那这样的话还是要恭喜到经济拿下今天第三场比赛胜利，也是他们的第二把级，恭喜经济。